大家好，我是一名普通的作育人，这是大家平时以为很贵很贵的翡翠。我们的这个徐讲师呢，他是个科学人呢，他是科学家呀，科学都是什么都要印证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灵性的这个层次呢，他是。我是没有办法去印证的，可是呢，他知道有，可是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科学人，他也不信的，因为什么，没办法印证嘛，对不对？虽然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心路历程，他是怎么样子啊，怎么样子，就是确实的感应到，或者是能够契入这个灵性的这个，我们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他的分享是我的灵魂之旅啊，所以呢，或许不占用他的时间，我们请而且他现在目前呢也是在这个哈佛的那个等于说是校长室里面做秘书，那所以说很难得请到他，而且就是这几天那个波士顿大风雪啊。而那个快讲师都跟后学讲说："哎，你小心啊，你不要等一下那个他飞机那个没有 delay 的话，我们要开天窗了。你请了那么多人。"我说："不会，徐讲师绝对可以有把握能够过来的啊。"所以说还好今天哈，他有出现了，实在是哎，那个后学也那个放了一落实了放那个放了心了啊。好，那我们后学呢就请他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后学不占用时间了，好，请我们一起起立，一。好。二。好，各位学员早安。徐老师，早安。好，各位学员请坐。三。请坐。